1984年新界西興建輕鐵系統，途中九廣鐵路在1986年開辦旗下的接駁巴士，為遠離市區的地方提供接駁服務。其後西鐵線在2003年投入服務，路線進行重組，大部分路線都改為 K 字頭。不過其中一條路線至今仍然以純數字為編號，就是今次介紹的港鐵巴士506路線。第一站美乐花园，下一站美乐花园。Next stop Melody Garden。
计划在工程完成之后改回使用轻铁营运。然而2003年8月，九广铁路因为轻铁数量不足为由，决定继续以巴士形式营运，并在2009年进一步延长路线至三成和兆仑。所以大家可以见到506号线巴士的走线基本上是按照原有轻铁版本，也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的车站名称是轻铁站或者港铁站。请勿在上层及楼梯上站立。
please do not stand on the staircase or upper level. 事实上，轻铁506号线的客量表现不算理想，用车更加是当时各条轻铁线入面最少，使用四至六个单卡。转为巴士之后，走线仍然是相当迂回，乘坐全程的乘客不多。然而，屯门南一带的乘客乐意使用巴士八班的506号线前往屯门站，所以这一段的乘客量相当高，令巴士在繁忙时段经常出现满座的情况。因此，港铁巴士不断增加路线的班次，并加开特别班次疏导乘客。
令六號線重新改回輕鐵營運的建議不時提出，但最終不獲接納。此外，506號線亦都曾經打算更改編號為 K56 而整合路線編號，不過這個建議最終亦都沒落實。
今集的內容大概嚟到呢一度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條 channel， 撳隔離個鐘仔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